后再下一个那个森林的那个。喂，有听到？老师，大家好，我是那个蒋。那我目前是那个接棒型的制作。那我今天要讲的是一个 RPG 的游戏。那它真的是游戏，它不用玩，因为可能我是学玩。那它是一个透过那个线上机制，让学生发现自己的天赋。那这个学生指的是国中生跟高中生啊，就是大学以前的这样子。那我们讲一下台湾的目前的教育，就是大家觉得它是填鸭式教育，就是一直考试，不停的考试嘛。然后好像台湾的学生就只是考试的机器，那很多人就是很会读书啊，哎，读到博士啊，毕业后就到大厂，那可能就去卖鸡排之类的。然后台湾教育方式，我是觉得说真的有人关心学生真正的兴趣跟天赋在哪。那这个是我去从那个十二年，这是真实的资料，就是12年国民基本教育高中职技国中差异化教学报告，他就传到资料。那他其实我看是蛮悲哀，他说他高中3年，那成绩应该也不错了，所以有办法就是把年级划进到很好的学校。可是就算学校辅导是提供很多的那个形象测验，他知道自己是适合从事什么方面，可是他不了解说那个这个专业科目，然后最后他还是进了一个他不感兴趣的科系，那我是觉得蛮可惜。就是他真的有去做辅导，可是最后还是失败的结果这样子。那有人做过调查嘛？就是很多人现在职业跟大学就读的时候有相关的比例是多少？因为我觉得，因为我目前是辅规嘛，可是我也不是本科系出身，可是后来发现对什么是有兴趣。那我发现是做辅规的话，也就很多行业好像也是这样，就是很多人发现真正的兴趣是跟大学本科一点关系。那也是很多就走冤枉路啊，然后又是摸索啊，然后甚至说别人到底要做什么啊，这个做那个做，啊，做完之后发现说，哎，其实不是，那最后才知道什么自己适合，那可能花了几年，那，啊，甚至可能有人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就是说还要赚钱努力。那大家有学过程式就知道说，写程式不是写程式而已嘛，还要去补工程师。那我就想说，教育这个事难道不能去补工程师吗？因为其实大家就是有过经历的话，就会知道说。就是每一段的经历都希望说对后面的经历最好是有点帮助，对，那我想说这个应该是可以去的。那如果一开始就有人帮忙选择说怎么来一条道路的话，就是他有一个专家跟你说，哎，走这个路可以怎么样，遇到什么问题啊，可以分享什么干货，那你可能就不需要什么说冤枉路嘛，那可能就觉得很好。那就像我讲的，就是如果有人带会更好，可以发掘自己的兴趣跟天赋。那为什么一流的内容观众就睡着没兴趣？因为就是没兴趣嘛，你坐在都没用嘛，坐在那里跟旁边一样，对吧？那有兴趣才会专注，才会有学习。那我觉得教育不是要复制上一代的想法，是要让下一代更有创造的可能性。那人类价值创造不了，那我们其实我们不需要填鸭，我们是觉得我们要发掘有更喜欢的天赋。那我们这个街坊启蒙计划已经成立10年了，那我们发现这个社会就是还蛮多善意，就是。好不好？在座各位可能也参加过计划，也不一定。就是我们就是希望，就是结合社会上的专家，然后跟那个国中生、高中生做一个媒合这样子。那目前我们4年来接触的专业志工大概有2000多人，那学生有600，那等于说一个学生可以对3个专家，那其实我觉得效果是还不错。那我们就去找寻各方面的领域的专家，然后我们就是希望有一个 RPG 游戏，就是让可以学生去玩，然后挑战关卡，然后他打赢成功之后，然后就发现说，哎，原来我对这个领域很有兴趣。然后我们得到这个资讯之后，我就帮你找这方面的专家，然后去就是去跟你面谈，然后让你回答问题之类的。然后学东西，你喜欢选哪种？相信大家都喜欢说可以学到上课。如果我说玩游戏就可以学到知识，那当然我是觉得比较好。然后就是不知不觉之中就把这个学习学进去，然后同时也知道说，因为自己对哪方面的知识会比较有兴趣这样。然后我们发生在什么时候？就是说，其实我觉得很多学生啊，就是他不认真、不用功啊，其实不是说，就是说他不喜欢，只是说他没有发现他的兴趣的时候。那如果找到对老师的话，我们就会找专家跟你见面。啊，不是奇怪，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知道，就是我们什么 UI 什么 database 什么都做好，就是。连背景啊，什么音乐背景做好，就是还没有，就刚开始写而已。那我需要工程师，那明天工程师